这一半是猪肉哦，这一半猪肉，这是我。你要吃什么？你问姐姐。三个人对，两台桌子有六块多。收起来，都大大的啊。这个，这个。爸爸起来，直接起来一个桌子。做好哎，你怎么一直动啊？好，对，然后再给，啊，这个钱。